欠欠，文化这下动画了，那艘船，那是妈祖船的嘛？王爷的才是王船，王船祭奠那个是要恭送太田玄寿，太田玄寿啊，千岁的船。哦，你看，你看那个字啊，右下角那里是铁线古地啊，哈，滴水流花，古代的滴水溪流也重要的一个港口，古代到后面还是到后面还有一个石岐啊，哈。铁线桥那边的是很有名的港口，北边的是盐水的冶金港，往南边是中原毛港，下营乡那个毛港尾，那个毛港尾，毛港尾